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跟我大女儿结了婚来给她妈过生日的吗？这怎么又跟我二女儿有关系？你到底喜欢我哪个女儿啊？伯父，我回头给你解释可以吗？爸，这个许墨轩在跟二姐谈恋爱的时候就偷偷的跟大姐好上了。乐乐，你闭嘴。乐乐说的是真的吗？墨轩，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姐，这是妈的目的，当着妈的在天之灵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？小宁，我还装呢。二姐，你知道这个许墨轩为什么甩了你吗？因为他早就偷偷的跟大姐好上了，我这还有证据。这是你那天从许墨轩家哭着跑出来的时候，我偷拍到的。而且，你刚进监狱没多久，他们就悄悄领了结婚证。乐乐，你就不要刺激你姐姐了。小宁，对不起，这事情他。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也不是乐乐说的那样，我只是你们是不是真的结婚了？对，我和你姐结婚了。对不起，安宁，不能怪你姐，她不想伤害你。是我对她一见钟情了，我爱上她了。她是我想要的女人。我控制不了自己。二姐，你现在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了吧？安宁，墨轩跟安静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你，是因为他们很在意你，他们一直在寻找最合适的时机再把这件事情跟你说清楚的。难怪我一直想不通，为什么我跟墨轩在一起好好的，他怎么就跟我提分手了呢？我也一直以为是他喜欢上别人了，可是他死就不承认，甚至后来杨家告诉我，让许墨轩跟你小戏真做了，我都还以为是他在挑拨，我怎么就这么傻了？这么明显的事情我都看不清楚。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吗？因为你是我姐呀、啊！我就算怀疑全世界，我都不会去怀疑你的，因为你是我姐呀、啊！你知不知道？小雪，克制情绪。小宁，对不起。二姐，你现在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了吧？如果说薛阿姨是被气死的，那也是我们三姐妹一起气死的。乐乐，你别再说了，我们俩尸骨未寒，你难道想让她的在天之灵得不到安息吗？你也知道妈有在天之灵了，是不是？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的错，可是墨轩他对你的只是喜欢，那并不是爱。我承认我现在解释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我现在没有资格请求你的原谅，可是我欺骗你是我的错，我也是为了你啊。我不忍心看到你承受亲情还有爱情的双重打击，所以我才一直瞒着你。而且你知道感情这事情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控制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到了今天。不是你的错，你都是在为我考虑，那反倒是我错了，是不是？是我这个做妹妹的对不起你了，是不是？安静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理直气壮、振振有词？安宁，安宁，
你妈妈的葬礼已经结束，咱们回去吧。走。你们都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安宁，不能跑！安宁，哎，不能跑！安宁，哎，放！伯父，哎，不要管我！安宁，李小宁，他毁灭家庭大事，这都是我造的孽呀！安宁，站着！安宁，不要走动！安宁，安宁。要我跟你们一起去吧，我会劝他的。快下去！两位警官，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安宁是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刺激才会这样，希望你们能够理解。我们理解他，但他的行为是错误的，已经再次触犯法律，我们必须制止。两位警官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跟安宁好好聊聊？她的心结一天没有解开，就算回到监狱，对她的改造也没有好处。我们可以给你五分钟，有什么话就当面说吧。明白，谢谢。安宁，我希望你知道，你爱的人不爱你，像这样的事情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这么脆弱，那所有的人都不用活了。别人也会像我一样被亲姐姐抢走男朋友吗？你以为你姐心里就好受吗？她只是不好受，可我却是在剜心。我恨她，我真的很恨。安宁，你们是亲姐妹，血缘是这个世上唯一不能改变的事情。只要你活着一天，你就要学会承受他带给你的爱与痛。你不用劝我，道理我都懂，我不想听。我那么在意他，为什么他就一点都不在意我？他为什么非要抢走我最爱的人？能那么轻易被人抢走的，说明这个人
根本就不属于你啊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你姐姐没有完全的过错。我姐没有错，难道是我错了？当然是你了。你可以为你姐姐放弃了自己的前途，你可以为了她一个人把所有责任都扛了，连你自己都不爱惜自己，还怎么让别人去爱你？安妮，爱情和亲情都一样，都需要双方的努力，都需要一人付出一半。如果其中一方付出太多的爱，别人承受不了，就会打破这个平衡。之所以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，其实你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，不能完全怪他们。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残忍的话？不是我残忍，道理就是这样。我知道你现在很疼，摔得很疼很疼，但我不想再安慰你，我只希望你清楚地知道，人活在这个世上就要学会爱与被爱，还有不爱和不被爱。阿宁，时候到了，赶紧上车吧，走。一见钟情了，我爱上他了。再见，我的师父。再见，我的初恋。再见，我的姐妹。对了，安宁不会想见你，让她冷静一下。
心。大姐，你去哪？安静。怪安静，要怪怪我。我没有资格责怪任何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对不起宝莲的人是我。许墨轩，你已经伤害了我的二女儿了。希望你千万千万不要再伤害我的大女儿，好吗？怎么会？这两棵姐妹树不是被我烧掉了吗？怎么又复活了呢？还多了一棵小树。乐乐，你烧了那两棵姐妹树，离家出走以后，你的两个姐姐特别自责，她们在原地种了两棵，中间又种棵小的，那棵小的就代表你。这个小的代表我呀，姐妹树也有我的份。乐乐，你二姐她已经不相信我了，我请你一定相信大姐好吗？大姐心里真的是有你们姐妹两个。以前我和小宁每年过生日的时候，都会来这姐妹树之前合影。我们没有带上你，是姐的错。姐没有顾虑你的感受。后来你离家出走之后，我和你二姐啊，就用你的照片做了一个和你真人大小一样的照片。我们每年过生日的时候，都会带着这张照片相纸来到这个姐妹树之前合影，就好像我们姐妹三个在一起一样。乐乐，其实你的两个姐姐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待。你离家出走以后，你不知道她们有多难过。乐乐，原谅我和小宁，好吗？乐乐，爸。你打电话叫我来干什么？不会是给你前妻上坟吧？我可没那个奢望。乐乐是我们共同的女儿，让乐乐走正道，是我们俩共同的责任，不是吗？你还知道乐乐是你女儿啊？啊？爸妈，我们喝茶。哎，妈，你到底和那个狗屁姓林的分手了吗？我还能骗你呀？真的？嗯，太好了。妈，爸，
那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可以复婚呀？乐乐，你徐阿姨刚刚过世，这个时候我跟你妈妈复婚，那外人会戳我们脊梁骨的，那你那两个姐姐心里也不会舒服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复婚的事儿，我们一年以后再说。那行，一年就一年，不过这一次你们可不许骗我了。我保证。爸也保证。妈，那既然你已经和那个狗屁姓林的分手了，你们就不许再有来往了。哎呀，好好好，你说，我呢跟这个林叔叔啊真的是分手了。可你知道，我们是生意上的伙伴，这有时候可能会因为生意上的事有接触，那，你能理解吧？你看你爸现在啊，这不一天还在外面打零工呢吗？有上顿没下顿的。妈妈再不出去挣钱，那咱们全家喝西北风啊！啊啊啊！对啊，是啊。那你答应我，你和那个狗屁姓林的只能是生意上的普通朋友，不许是男女朋友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保证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说好了，这一年我好好读书。哎，你们两个呢，就好好培养感情。等一年以后，你们俩就复婚。啊，对了，那好。你要真觉得对不起二姐，你就应该跟这个花心的臭男人离婚。你闭嘴吧，你懂什么呀？你懂爱情吗？我跟你姐是真心相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少跟我讲话，我现在一看见你就觉得恶心。乐乐，大姐，我讨厌这个臭男人，你什么时候跟他离婚了，我什么时候认你这个大姐。乐乐，你去哪儿？你现在又不是我大姐了，所以你管不着。乐乐，别理他，还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安静，我跟你说。喂，我这信号不好，我听不见。什么？喂。哎呀，我今天出门晚了，要迟到了。我现在听不清楚你说什么。哎，电梯来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拜拜。喂，你等。喂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？这还像个家吗，徐国轩？这还像个家吗？
对不起，我今天早上起来晚了，忘记打扫卫生。这房间都是你打扫的吧？你手受伤了。安静，你怎么会是那么邋遢一个人啊？你知道每天起床看到这跟猪窝一样，很影响我的心情，知道吗？你也是知道的，我这些天啊总加班太累了，我以后啊一定把房间打扫干净。你也知道我是学艺术的，每天看着乱成这样，很影响我的心情，没有灵感。我今天做一次没问题，那以后呢？我这双手不是用来扫地、拖地板的，是用来弹琴画画的。那你这么说，我这双手就是用来打扫拖地的。当初认识我的时候，连个包都不让我拿，还说什么这么漂亮的手就该拿这么漂亮的玫瑰花。怎么，才两年时间，这玫瑰花就变成柴米油盐酱醋茶了？行行行。还有啊，你毕业之后啊，就一直在考研，不像我，天天都挤公交、挤地铁，像个蝗虫一样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勉强能糊口的工作，还摊上了一个法西斯老板。就今天啊，我这个月就迟到了今天几分钟，他居然当着全公司的人面教训我，还扣了我的全勤奖。你个全勤奖算什么？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想像你那样，像蝗虫一样每天挤公交挤地铁，才会选择考研的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今天下午接到通知了，我这次考巴黎美术学院又失败了。都两年了，怎么老失败啊？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吗？墨轩，我知道你难过，这次没考上，下次再考就是了。我答应你，以后啊，我一定都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等咱们将来经济条件好了，还能请钟点工，这样就不必为了这些琐事烦恼了。嗯，好吧，不说这些烦心事儿了，咱们出去吃饭吧，我快饿死了。好啊，我也是，快走吧。哎，我没钱了，你把钱包带着。你钱用完了？不是刚发了工资，怎么又用完了？这个月的水电费、燃气费全是我交的，出去吃饭也是我买单。我那点工资够撑不了多久了。我卡上也没钱了，怎么办？你爸妈不是每个月都会给你打钱吗？哎，你不知道，我跟我妈说好的，如果两年之内我考研考不上，他们从这个月起就给我断奶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想想办法吧，饭不能不吃啊。面煮好了吗？啊，哦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快来，快来，你看，粘上了。这是我妈教我的绝招，看面熟没熟就看粘不粘得上，怎么样？真的假的呀？你快去等着吃面啊，快去。尝尝我的雪中的红玫瑰，看着不错，不过真能吃吗？你就知足吧，我第一次下厨房，给点面子。好吧，那我就尝一下大画家的处女作。怎么样？怎么了？盐。不会吧？太咸了。你尝尝，你先尝尝。那加点水，加点醋就好了。哎，可问题啊，
这面好像是生的，里面没熟。不会啊，刚才明明粘上了。好像是有点生。那我妈教的方法不对啊，刚才明明粘上墙了。我回锅煮煮吧。哎，别，没关系，我少吃一顿就当减肥了，没事。我看着这面也倒胃口。安姐，要不是你先问你朋友借点钱，咱们先对付一下。我去哪儿借呀？我那些朋友都是大学同学，都毕业刚没两年。大家都自身难保，怎么开口啊？要不你找天明借点儿？你没搞错吧？借钱的事是我干得出来的。本来天明哥对我的关系就不满，安宁回监狱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好吧，借钱的事儿我想办法。不过墨轩，我们家门口啊，有个面向中小学的美术培训学校在招老师，要不你去试试？你没事吧？你让我去教那帮小孩画画，大炮打蚊子吧？墨轩，我先去开门。是房东大姐，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不做了。以后每个月的房租啊，要涨300块钱。300？怎么涨这么多啊？哎呀，我这不也是没有办法吗？你看现在物价涨的，什么都跟着涨。我这房租再不涨点儿，你叫我一家老小，哎呀，何其比风呀！不过300太多了，能不能少点？300少一分都不行。你说我这同情你了，谁同情我呀？你看看我这房子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房子可不是廉租房，你们爱租不租，不租拉倒。行，300就300吧，您慢走，不送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那个黑心的房东在涨价啊，你在这儿就像个没事人一样。那叫我怎么样？跟那个俗人吵架，我能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吗？那我就应该去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！你就是少爷，我是丫鬟是吗？总都是这样，遇到什么事儿都躲在后面，把我推出去挡箭。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我？你让我怎么爱你？低三下四问别人借钱就是爱你，委曲求全找个破工作混日子就是爱你，跟那个房东吵架就是爱你。你想让我变成一个俗里俗气、整天斤斤计较的男人是吗？还有，刚才别人还没有走，你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，这样特别不淑女，懂吗？那你居然要我饿着肚子对着那个黑心的房东面前装淑女？我也饿着肚子。学了，你坐一会儿就赶紧回去吧，啊！啊！哎，你进屋里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我昨天晚上织完的，快看看合不合身。哎，挺好的。哎，丽丽，我说。咱不能老是这么偷偷摸摸的，你看，你让我跟乐乐谈一谈，他也都已经长大了，都是16岁的懂事的大孩子了，我想他会懂事的啊。不行，乐乐，你不是不了解他的脾气，他认准的事儿啊，不会转弯的。今天早上还提醒我呢，一年了，催着我跟他爸复婚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事儿不能瞒着孩子。你说。咱俩早就是合法夫妻了，还这么瞒着他？你说瞒来瞒去，这事儿如果瞒到最后，早晚是大事。不行，你没看见乐乐这一年变化有多大呀？学习那么刻苦，
我知道，他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对我和他爸的承诺。唉，可惜呀，大人兑现不了。他要是知道我跟你早领证了，而且还这么瞒着他，他一定会变回从前的，而且还会离开我。所以，那你打算瞒多久？听说他爸那边也开始相亲了。两年他就满18岁了，电脑学院那边也毕业了。估计那个时候他爸也成家了，他就不会再逼着我跟他爸复婚了。琳琳，我说你是不是急糊涂了？再过几个月你这肚子就一天天鼓起来了，这事怎么跟孩子解释？我结婚前是答应你哈，咱们俩婚后再要个孩子。可那时候我以为我乐乐找不回来了，可我现在乐乐回来了。老林，你看我也这把岁数了，我能不能不要这孩子了？啊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丽丽，我好，你好歹有一个乐乐，你也知道我儿子跟我前妻都已经去了美国，你不能让我临老临老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吧？老林，咱现在有乐乐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乐乐这孩子我将来慢慢调教，他老了一定一定能孝顺你，好不好？咱们两个虽然是半路夫妻，可我是真心想和你过一辈子呀！啊，原来你就是个骗子！原来你们早就结婚了！乐乐，你听妈解释。乐乐，别解释了。他说的对，你别指望我了。从今天起，你没有我这个女儿，我也没有你这个妈。你就指望你肚子里的孩子给你养老吧。乐乐，你别走，乐乐，别走。听我说，我不管你现在什么样，你还不到18岁，你必须在我和你妈的监管下生活。你算什么东西呀？你凭什么监护我？滚开！乐乐，你别走。你闭嘴！你忘了当年安静在我们家过得有多痛苦吗？你想让我成为第二个她吗？乐乐。乐乐，你听我说。你放开！乐乐，你给我住手！你算了。乐乐，妈错了。乐乐，妈错，你打妈。妈妈错了，我求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打我。妈妈错了，我求你打我，你打我。我的这个臭男人，还有你肚子里面的野孩子。我你打我！我求你，乐乐，你别走！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！放开！乐乐，我丽丽，丽丽，没事吧？丽丽，丽丽，丽丽，乐乐，别回来！别！别！乐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妈不是说你一直在上电脑学校，你怎么哭成这样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大姐，先别哭，先别哭啊！好了，跟大姐上楼再说啊。那个还没有生出来，他就已经这样对我了。要是生出来了，我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？以后我就跟你当年一样的命运了。怎么会一样呢？你是你妈亲生的，而你妈和我妈之间当年有着很不愉快的事情，所以她怎么可能善待我呢？不，我看出来了，我妈现在很依赖那个狗逼姓林的，就像当年爸依赖妈一样。当年我妈给你气受的时候，爸敢在她面前说一句话吗？以后那个狗逼姓林的要袒护他自己的亲生孩子，
我妈也不会敢说一句话的。你怎么会能跟我一样呢？啊，我当年才十岁，而你现在已经十六岁了，应该知道自己保护自己了。可是你的性子很温柔，我跟二姐差不多，我跟那个姓林的肯定处不好，以后不是他打死我，就是我一刀捅了他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啊，再过两年都成年了，还说这么孩子气的话。